车站火车进站系列活动的开幕记者会。今天是我们新北投车站二期工程完工落成启用的美好日子。还记得我们在前年的3月31号到4月4号，我们举办了盛大的百年驿站风华再现新北投车站的开幕庆祝活动。接着我们在去年的4月1号，我们还举办了我们车站的生日庆典活动。记得当时我们还恭请柯市长为车站挂上了站名，而且我们还邀请了社区的小朋友跟居民共同参与护木油的擦拭活动。接着过不久，在5月30号，我们很感谢我们台北市的文化资产审议委员会审议通过，将新北投车站登录为历史建筑。谢谢。今天新北投车站二期工程在月台以及铁轨铁道的建制完工，是在我们台北市政府以及财团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会以及我们交通部的台湾铁路管理局等多方的共同努力之下，让我们新北投车站的月台铁道跟车厢能够重新回归，再重现当年的历史场景，延续大家对往日的一个美好的回忆，同时也开创未来崭新的古迹重生的一个生活文化。而且在这里要跟各位报告的是，我们赢回了一辆曾经跑过以前的淡水线老火车的35TP32850型的三等普通客舱，普通客车，而且这一列车厢就在我们的前面，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这一列车厢，它今天回到我们的娘家，谢谢。今天为庆祝新北投车站二期工程完工，我们还特别举办了一系列的欢庆活动跟展览。那么系列活动将从8月17号、18号这两天开始举行，现场有音乐、舞蹈、民俗等等表演活动，还有 NPO 的生活市集啊，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汤尾区的，以及绘画写生的活动。下个礼拜8月24、25这两天有至北投铁道节的易碎节展演活动。那么在8月30号有铁道小小背包客到三家车站的导览活动。那么在展览部分，我们今天要特别介绍，在我们车厢内，车厢内部我们有规划一个记忆淡水线的特展。那么在新北投车站的站内，我们另外有规划了一个车站时光的特展。这两个展览我们都从今天中午要开展，非常值得大家去观赏。接着我们要介绍长官及来宾，首先我们要介绍我们台北市的大家长柯文哲柯市长。我们欢迎柯市长。接下来我要介绍今天到场的贵宾。好，交通部台湾铁路管理局技务处长宋宏康宋处长，谢谢。谢谢台铁局这些年来的协助。台北市政府副市长蔡炳坤蔡副市长，文化局的蔡宗雄蔡局长，观光传播局的刘一婷刘局长，北投区公所的陈明国陈区长，还有北投区公所人文科的李祥德科长，还有我们原住民事务委员会的八堂志强组长，还有我们台北市商业处的高正元处长。另外在我们民意代表部分，今天很高兴我们立法院的吴思耀委员也到达了现场他每一次都有来，谢谢。还有我们管碧玲委员立法院办公室的陈林颂陈主任也到场。另外在市议员的部分，我们有潘怀松市议员，还有陈正宗市议员的代表陈主任，还有汪志明议员，还有黄玉芬议员，还有钟佩玲议员的代表陈主任，还有陈崇文的办公室主任，还有杨靖宇议员，还有陈敬明议员的办公室主任。另外我们要介绍悠游卡这个公司的吴家元吴董事长，
还有台北市立图书馆北投分馆的王静文馆员。另外我们介绍两位远道而来，从日本的岩手银河铁道公司来的理事长兼原方彦理事长，还有我们的旅游部经理大夏幸夫，谢谢他们远道而来。另外我们台北市文化基金会的张义善张副执行长，再来介绍我们北投区的在地里的里长啊，有在现场的，首先是长安里的里长陈章生里长，谢谢他啊。再来张中心里的里长陈立章，温泉里里长李志全，丰年里里长周江雪珠，新江里里长李炳莲，大同里里长黄泽庄。再来介绍我们北投在地的一个社群哦，还有陈建明志议员本人也到场，谢谢，刚刚漏掉了，谢谢陈议员。再来介绍我们北投在地的一个社群，首先介绍台北市温泉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周水美周理事长，谢谢。再来我们介绍其他的啊，八头里岩协会的理事长黄念庆，八头里岩协会这些年来帮我们很多很多啊，让车站的营回种种的事物啊。再来台湾一起公益协会的林冠宏理事长，台湾北投文化台北市北投文化基金会的詹如东董事长，北投社大北投社区大学的谢国清校长吴竹林主秘，再来投缘文化有限公司的北投说书人执行总监林志海，还有台北市政顾问以及我们林田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张宗罗，再来三军总医院北投分院地热谷庇护工厂的店长赵德成，还有北投亲子馆托婴中心的馆长洪金莲，还有复兴高中的校长刘桂光刘校长，新民国中的校长施于巨校长，新昌国小校长刘国兆刘校长，北投国中校长陈泽民陈校长，北投慈后宫董事长陈道坚陈董事长，桃园国小校长张宗荣张校长，再来台南三公校长邢文斐邢校长啊，台南三也是今天帮我们做暖场音乐的，再来赖哲君建筑师事务所的建筑师赖哲君，还有这个中田昌人啊。那么赖哲君建筑事务所就是负责我们二期工程月台规划的设计啊，非常谢谢他们。再来介绍右营营造有限公司董事长蔡武雄，那么蔡董事长他们的营造公司就是负责这一次二级工程月台工程的营造厂，谢谢他们。再来铁道文化协会的理事长罗文德罗理事长，他今天穿着店长服，等一下要帮我们检票啊，谢谢罗老师啊。再来台湾文化志工会的队长余秋林队长，还有苏云老师，还有我们大和文化基金会啊，也是当初帮我们重组我们的车站的这个董事长周明明博士，他今天有事没有来啊，我们请这个执行长孙余力啊来参加，谢谢。再来市民吴小红先生，还有新北投车站顾问林冠英女士，还有中华民国社区营造协会的洪德仁理事长，还有我们铁道文化协会的副理事长李正宏，还有我们记忆淡水线的顾问李东明老师，还有台南艺大的詹景佑詹校长，还有我们北投分局的高正文高分局长。好，以上就是我们的贵宾啊，长官跟贵宾的介绍，如果有遗漏的地方很抱歉，我们待会再做补充的介绍。接下来是市长与贵宾的致辞，我们先恭请我们的柯市长为我们致辞，为我们勉励。